明明是今年最火的男演员，却因十几万票数之差败给无名小辈张新成。资本面前，实力派也折腰。要说今年最火的男演员，张颂文绝对榜上有名，可是在刚刚结束的品质盛典上，愣是凭借十几万的票数差距败给连代表作都没有的张新成。在这资本当道的娱乐圈，张颂文败得实在可惜。当梁朝伟站起来的那一刻，张译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要说演技，梁朝伟没得说，可是单看入选电影，张译败得实在可惜，就连梁朝伟自己都觉得不可以思议，手上拿着奖杯，脸上却十分尴尬。还有高叶，明明是今年最爆火的演员，可在评选全媒体关注度巨星时，仍旧以十几万的票数败给杨超越。杨超越以绝对的碾压趋势完胜高叶。果然，在资本眼里，实力派真就比不上流量派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说一下热巴，当年一连拿下三个大奖，成为那一届的精英最大赢家。你看樱桃惜败之后的眼神，每一帧都透着不甘和不服。还有蔡徐坤，当年凭借一首华语歌力压周杰伦，拿下那一届的金曲奖。注意看周杰伦的脸色，当着现场镜头就直接黑了下来，这副表情一看就是气坏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看完认为谁败得最可惜？